離开书店的时候，我留下了把遮，希望拎了它回家的那个是你了。2000年04:00，电视直播纽约时代广场的庆祝人潮，我有没有见过你？月夜越看越美丽，但谁会来电？当我仍是我的你，记忆人在爱恋，画面在脑内乍现，波士顿最难眠，灯塔中谁人在约会我？不必真正遇见。如果你识我的话，我今年会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？这餐厅这水杯你有没有用过呢？我由布鲁塞尔坐火车一直去到阿姆斯特丹，望住窗外面飞过的几十个小镇、几千里土地、几千万个人，我们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。喜欢的歌差不多吧，你太长的新唱片你买了吗？对你会否曾打错？在对岸，露台上对望，边个向到台同我对望？渴望你熄灯，你熄灯点燃，隔住块玻璃，隔住块玻璃，隔住个都市，我自言自语，我同你热恋，喺月台上见过，定系喺月球上见过？你根本就喺呢代码里面。在左转，你便行向右，都不你行向左，我行向右，我哋呢一世都唔会遇见。